风调献红，过往来侵，天地万物啊，行住坏空，建筑动恶，起土木啊，恶言动量，做空间，时空人间行运中，有形相法见无常，有调啊现红，就是讲天地之间在有调里吼，空旷无际啊。天哪、是真宽，有着地球的轮转啊，从黑暗日到天亮天光，咱会当所看到的呢，有偌呢真多的色彩，形形色色，在天地啊一片红土。黄的土地上日出了偌呢真多的颜色，这些空旷无边杂色啊，无量这种是从过往来今，已经呢是的，真久真久。无法度去算计时间啊！伫这个宇宙空间，本来都是，所以啊，天地万物啊，虽然有遮尼遮多的物件，但是、所有呢，无不都是行住。坏空的人间，这个空间啊，大宇宙小空间呢，那都是咱大的地方。咱住伫什么国家？咱住伫倒一个县市镇，或者是乡？那咱的所在一定呢？要有基础，才会当保护咱的身躯，遮风避雨。真的，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，不管啦、天地有偌呢大啦，总是咱人啊所生活的空间呢，其实并无大，而且。咱所需要，只不过呢，是迄个小空间的一个建筑物。但是这个建筑物啊，那就是同款，是天地之间的物质来成就因。所以咱要起厝的以前，就是讲土木兴建。开始在土地面顶，咱来起来了，这木材，这看看一间厝啦，要用水泥，水泥也是土啊，伊爱对山空去挖啊，挖起来，这个土质呢，那。适合的，经过了火炼啊，顶顶呢，就成为了水泥，它也是土。这个土，搁在啊，咱需要装，装也是同款，也是去挖土、挖山，同款呢，和人工制作。一块一块啊，那就
经过了砖啊窑，啊烧起来就是砖。啊，那是古早人呢，真有智慧，那就是用土块的土浇过了水，然后用磨呢，安尼个印印印印个一块一块，叫做土角吼。不管是水泥，不管是砖角等等啊，这呢，拢是为着要咱用心来用力咱的辛苦，那咱爱一间厝，所以啊，在大地上啊，起来了偌泥真多呢，这个土也耗费啊，那即卖人。可再用铁、钢筋，这个铁筋呐、那铁筋呐，同款呢，也爱过去挖土、山矿、山矿呢，提出来，再过再去炼过啊，炼钢啊，炼铁呀，好，这个钢、铁、钉钉啊，这些建材。这嘛是呢，无离开土啊，内底伫咧装潢，免不了呢，都、就是爱木材，才会建设的物件，无不都是呢，伫宇宙天地之间，使用万物啊，来给完成。所以咱平时啊。咱爱真珍惜，珍惜起一间厝的大地，拢定定爱保持互伊干干净净，有垃圾赶紧扫，安尼呢，这个土地啦，一定定呢，都真亮丽，啊，真健全，窗啊也是啊，门也是啊，开啊关啊，切啊。保护啊，那安尼呢？这间厝的寿命会真长久，都该保养个真好势。厝那起起来，无管你偌起偌用的厝，何你几年无人伫遐住，这间厝呢，真紧都败坏去。或者是人伫内底住，无去甲伊清理。在内底的物件，墙啊、壁窗啊、顶顶啊，真紧的都会败坏掉去。所以咱必定呢，爱疼惜万物。咱有偌济人起偌大的厝，咱伫咧住，人人爱去疼惜伊，这呢叫做感恩心，这呢。叫做孝服，所以一间厝必定爱咱人人有人会起伫内底，有人用心照顾伊，伊呢才会当健全。所以讲，时空啊，在人间中，那无离开迄个幸运，拢是伫幸运中。有形象的法，见无常，拢总是无常啦。想看时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那这时在这个空间呐，跟咱人跟人的中间在咧互动顶顶啦，拢无有离开幸运。时间在咱不知不觉中安尼过去啦。其实空间呐、不是天长地久哦，它还是有这行住坏空的时。所以讲，这个时空跟人间呐、这任何一个时，都是在幸运，和这个
恩啊，这是天地万物吼，那宇宙显宏啊，自古来今的道理拢共款，就是无不都是在恒运中一切万物。何里讲钢铁钢啊，共款呢，伊也有。诶，神仙同款呢，也有磨损也同款哦，等等啦。所以呢，拢总呢是伫这种幸运中过吼。这个道理呢，咱一定爱真清楚。所以有形象的法，拢总是无常。只要有形象的啦，任何一项的物理啦。法啊，拢是无常，所以咱一定呢，爱真用心去体会。那下面呐，咱来看吼，那经文正面的文呐，因为呢，佛陀已经开始重说初记吼，那这个记文呐，开始讲啊。具体救国，如何准备？当下高位啊，自今垂秀，两动倾斜，具备对会吼。那、哦啊、这个体就是三界吼、哦，这间大经处啊，包含了呢欲。色甲无色三界吼，那这间厝啦，真古啊啦，真古吼，那过往来今嘛，已经是真古了吼。但是离佛顿别啦，已经呢完全开始呢，这间厝古来呢。慢慢地咧败坏迄个形态啦，但因为欲这个欲念贪啊，所以啊，精啊、气啊，都正所讲过去，一片的大地，人类所需要的，不管是用土，伫土的面顶，和现在伫咧起厝啊。起伫面顶阁无够哦，他爱阁在往下直直挖落去，挖落去，这种呢破坏大地啊，真正是真无奈吼、哦。这就是现在的人间，不管伊安怎去相信伊，这间厝到底会当偌久呢？尽管人呢感觉讲吼。人定灵性天，其实呢，敌不过了这个天地间的威力啊。所以三界之内，人先有这个欲念，先去做作破坏的代志，所以三界那开始欲界破坏啦。再来就是色界啊，咱的心地、心灵，诶，这个色，好外面呐，遮尼遮侪物件，我爱啊，我要占有啊，好等等啊，产业较侪，要搁较侪咧，想出了真侪方法，要拥有了，大地上一切，这种呢。这伊个内心所有啊，有形象，诶，这个色啦，伊呢，这拢总吼有形象诶法，伊拢总要爱，有形象伫伊个内心布满了呢，占有，其实呢，有形象法根本无常，伊无了解道理。伊还是呢不断，安尼伫咧做作中，那么再来就是无色界，
明知啊，取袂到，他一个想入非非呀，所以那要用这个三界啊，用佛法去分析啦，何里都分析噶，欲界、鬼的天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好这样，其实无不都是在咱的心底里，咱的心灵大地啊。咱先了解咱的心灵，都是伫欲色甲无色的内底，因为咱有这个无色，想入非非啊，烦恼无明真多，所以呢，咱才会不断呢起着杂念。那杂念开始呢，欲念起吼，那占有的心真大真快。就是因为安尼呢，做足了呢，好，这个大乾坤呐、啊，他就会提早呢衰退吼，都会败坏啦。所以咱爱用心呐、啊，在《佛法经》内底，真期待咱人人呢，真正会当体会到天地人间呐、啊。所以。叫做天地人吼，那天在上，地在下，中间是人啊，啊，咱人要安怎样对待天，保持定呢空间清净，那么要安怎样呢，和大地平安，这拢爱看人，所以啊，咱人人爱提高境界啊。骨接落来就讲，墙壁壁切吼，那泥土对落，那福尖乱对呀，啊团里插团，就将屈曲，杂为墙片。即马骨落来字吼，拢真歹念哦吼。那恁那咧念法华经，可能我那无真顺口吼。那这个物件呢，实在是咱逐天都是甲咱真亲近的哦吼。那有这个物件，咱才会当真平安啊，唔免恶火，唔免火风吹啊。但是这个物件呢，拢是安尼温存伫你感觉无啥去感觉到，所以咱叫袂出伊的名称吼。总而言之啦，这就是在咱一间厝的内底呢，袂当无的。这就是要譬如讲吼，咱人啊，咱人的身体，一间厝甲咱人的身体同款呐。人的身体呢，嘛爱同款有骨骼啊。咱的身躯若无骨骼啦，吼，安尼甲咱建起来。啊，咱若有迄个内脏的平安呢，所以一有遮个骨骼，有遮个内脏呐，也嘛都需要呢皮肉吼、皮肤啊等等啊，有了皮肤呢，也嘛都爱头啊，爱有毛发啦吼啊，安尼呢，才会生一个人啊，啊人甲人的中间呢。才会当分别出了长三里四啊！那这都是天地之间的奥妙啊！总共一句呢，起一间厝，爱有牛，爱有鸡，爱有洞，爱有条啊，爱有壁顶顶呐。所以咱人的身躯嘛是同款呐。所以一间厝。天地之间呐、啊，有安尼年久失修，无好好个照顾，这间厝会阁较紧歹去，甲咱人啊衰老啦，同款啊，人那衰老的时呀、啊，自然呢，哈，规个拢亲像丧气同款，看老人啊，面皮都安尼规个。松弛掉了吼，那老来的时呀、啊，
唔止哦，老来的时呢，哈目睭都伫咧蒙起咯吼。老来的时呢，行路都无通好遐溜俩咯吼。哈顶顶啦，这已经呢老来的这个形象，这个骨骼啦，顶顶拢松脱啦，已经松掉去啦。所以呢，这人已经老的形象都出来。所以呢，开头啊，就是啊，亲像地基已经呢，去互伊松动掉啦吼。那这都是已经人啊，迄个衰老的相呢，开始出来了。墙壁啊，吼，那壁漆，因为呢，迄个条啊、梁、钉钉已经松动啦，啊，这个壁呢，自然就会裂，吼，裂开去钉钉啦，吼，所以啊，伊就有泥土来甲挖，吼，甲装饰起来，和这个棚呢会平，吼，但是呢，对落，吼。那开始呢，安尼都败坏掉去啦，因为这壁那是壁啦。开始呢，就是伫咧落落来的时阵，慢慢啊，它就坠落吼。那福建乱堆开始呢，迄个草啊，古早人啊，砍厝吼，啊用稻草啊、香草顶顶啦，伊呢就是用草啊安尼去砍起来。哈，那古来啦，同款啦，这些草啊，慢慢都会松脱吼。那开始呢，这风一吹啦，就慢慢啦，都会坠落吼。这是一间厝的形，甲咱人的身躯呢是同款啦。咱人的身体四代不调啊，同款这个身体会伤会损啊，所以呢，这种的泥土啦，或者是呢，看到咱的皮肤啦、哈老啦、骨朽啦、吼顶顶啦，也已经呢，拢规个松弛掉，头毛嘛直直拉啊啦，吼顶顶呢，迄个老相啦。开始呢，一直一直出来了吼，所以啊，在咱迄个厝吼，常常拢啊，那咧起厝的时，咱迄个屋檐啊，甲通较处理一下，那为着呢，保护迄个雨那来的时，要一个都破啊，是吧？啊，保护迄个窗啊，保护墙壁顶顶啊，但是呢。这屋檐要出去呢，同款啊，迄个折檐吼，就是爱通出去的，啊，都爱去通卡出去吼。这都亲像咱的筋骨同款，虽然咱有手，但是呢，咱嘛爱有枕头啊，咱才会当发挥咱的作用啊。总讲一句，咱的骨节啊，咱的骨吼，啊，甲这个身躯顶顶一定呢。为着作用啊，吼、哦，这个身体呢，配合的呢，无有一个所在呢是无重要的吼、哦。但是呢，咱个古来啦，
用久来啦，看看咱人啊，真伫咧做诶人，双手变形，镜头啊变形啊，啊整个已经长袂出来，已经磨手皮，磨甲拢总歪去啊！那这都是咱人。不过人有伫咧做，这是有价值。也那是吼啊，拢定来装水水啊，啊唔敢用两只手啊。这就是无路用的吼，干那这种的装饰，啊，这种的无路用的装饰呢，空过了人间呐，啊，都亲像一间厝内底上无路用的，就是花间呐，好，那这花瓶呢，你一旦唔免插花啊，你唔免安尼去装饰啊，不过迄个物件呢，就是安尼底下装饰一个念定吼，这呢。人间啊，爱做一个有路用的，每一间厝呢，都是保护咱的身躯，咱的身躯呢，爱保护大地，爱保护人间，发挥咱身体的效率吼，这才是身躯呢的价值吼。所以，这个譬如，唔只是干那讲一间厝，是讲三界内。所有的物质，一切啦，宇宙呢，宇宙间啊，这种一只显红，都是真杂真杂的色吼，真多真多的物件，无不都是呢，无不都是。在这个天地间，不管古往今来啦，还是在行运中，一切呢有形象的法。都是拢无常，还是同款安尼伫咧败坏。既然安尼伫咧败坏呢，咱何必呢？何必有遮尼遮多的烦恼来填咱的心呢？所以，咱现在应该看会开啊，爱赶紧呢。哇，这个法的道理是安怎来？唔只是伫咱的日常生活中。真细微的代志，咱来用心，就是浩瀚的宇宙之间，一切万物的道理，咱也都爱去了解。万物的道理呢，收纳我来呢，无不都是有形相法，都是无常的代志。那么咱何必呢？安尼？伫咧生遐多的烦恼，做遐多的业呢，所以咱人人爱时时自我警惕，啊，时时多用心嘛。